我去给你拿点酒去。哎，对对对，让我喝一口。兰州大哥，兰州大哥啊！哎呦，小白公公，你怎么来了？太后病了。太后病了啊！赶紧请太医啊！哎呀，皇上说了，太后的病只有您能治。皇上，嗯，我看病的时候不能有人在现场。哦，哦，是是是，你还是是有这毛病啊？都下去吧，下去吧。请是啊。皇上您也请啊，您。这也是外人吗？不，我是怕我看病的手法和祖传的秘方被人给偷了去。哎，这什么话这是？哎呦，反正太后的病要治不好啊，跟你老丈心脏一块钻。哎，嗯。皇上您慢走。太后，哎，太后，皇上走了。哎，走了，您怎么来了？哎呀，要不是为了皇上和他的兄弟啊，我哪能长途奔波呀。皇上和他的兄弟啊，八旗调街的那个案子啊，皇上的两个弟弟全都牵扯进去了、哦、皇上要坚持审他的两个弟弟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是啊是啊，这头是皇上，这头呢又是亲王，嗯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说皇上这倔脾气要上来的话，我连商量的人都没有啊，所以我就找你了。啊，这么大的事儿您找我来商量？我兄弟，哎呦，不行不行，我可没主意，我没主意。啊，哎，太后。您别装晕了，晕了我也没办法呀。哦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这回真晕了呀。